你怎样？你是黄牌，你要骑在这边吧，靠边可以。没关系啊，我有录影啊。不是啊，这里原本就可以骑啊，没看到机车走吗？你们要看到机车梗吗？机车停等区，机车停等区，这里是可以的，这是混合道，进行机车在旁边，你可以自己看，这里没有写 ，OK 吗？请先去读好交通再过来，拜托。啊？要站什么？我们要跟你站的意思，这里还有机车的。那你是路肩了，算是路肩了。我不想跟你争这些。没关系啊，我有录影啊。不是啊，这里原本就可以骑啊，没看到机车梗吗？你们要看到机车梗吗？机车停等区，机车停等区。大概是开箱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是两个人周围，他给我两个被子，两个枕头，我觉得蛮好，还有桌子，哇，蛮 sweet 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水，好丑的那个字。就大概是开箱到这个地方。